全信人现在就在里面的包厢。袁涛和韩大在甘北草原受的伤应该好了呀，不来吃饭呢。向老爷子，有空聊两句吗？在包厢里吃饭，图的就是个清静。小吕梁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不待见呢？出去。让你出去，没听到吗？李良怎么会在这里？看来我不能不谈了，是不是？夏老爷子，收拾一下，咱慢慢聊。是。二中，你看到了吗？嗯。这不是吕家毒药文书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得观察一下才行。这才对嘛，大家心齐了，才有劲儿能往一处使。关于那女人的记忆，我已经放到你们脑子里了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把这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你进去后一定要小心啊。放心吧。下午剩下的，你拿着。几天不见，牌面这么大。你谁呀？把自己记也删除了。谁给你的？你给我的。把记忆解开，告诉我真相。我给了你两个，还有一个呢。余亮，你刚才用的不是你们吕家的铭文书，是什么？你果然还是这么无耻啊，张出来。要不你先看看这个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回去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师父知道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到底悟到了什么？走了，没时间了。来了。一个是我爷爷，另一个是谁？端木英，跟你爷爷一样，三十六贼之一，八奇迹的创造者。他的奇迹叫双拳手，
你刚刚不是问我用了什么吗？我用的就是双拳手，而冥魂术只不过是双拳手的冰山一角，我也是八奇迹的拥有者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找他？我要问清楚件事儿，让我杀了他。他还活着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。宝儿姐，这怎么激动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宝儿姐，冥魂术就是双拳手。冥魂术的特点是什么？是记忆，记忆。假身之乱之后，你凭空出世，出世的时候又什么都不记得。你有没有怀疑过是有人篡改了你的记忆？八奇迹之中唯一跟记忆有关系的就是双拳手，会的人就叫端木英。记忆？端木英肯定知道你的身世下落，我们要赶在吕梁之前找到他。那可找他嘞。二壮，二壮朋友，我消息。十三，嗯。二壮的事情是公司保密层级最高的。你们两个透露眼睛就算了，现在还要给我出难题啊！三哥，这次事关宝二姐记忆，而且你们徐家两代人都守护宝二姐，这次终于可以知道宝二姐的身世了，没有什么好顾忌的呀。楚来，你不用记我，我知道，你是想通过二壮找到端木英的下落，对吧？没错啊，而且现在吕梁也在寻找端木英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吕梁之前找到端木英。楚来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动的人，可是当年八奇迹的拥有者，那可是全姓石老都动不了的人。三哥，我们不是来跟你商量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你，哥娃最好是还在，他肯定会帮我的。嗯。行，我带你去找二壮，但他愿不愿意帮你们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二壮在研究机构里，你们直接去吧。宝儿姐、张楚岚，你们好，终于见面了。这就是我，二壮。不用替我难受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们想问我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早些时候我出了一些事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爸调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，帮我打造了这个机器，硬是让我活了下来。作为回报，我必须帮哪儿都通，管理所有的系统和数据。总之，我的命是保全了下来。只不过我活着的方式跟你们有些不太一样。那你自己呢？你想这样吗？嗯，那时候小还觉得挺好玩的，可慢慢我就发现了，虽然这世界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有我查不到的人，但我自己只能关在这个小黑屋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好吃的，好玩的，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我爸怕我无聊，又让我学了出阳神的本事，以电磁波的形态摆脱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我无处不在的原因。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艺人演武大会的时候，我看了你们好多视频，我可想去龙虎山跟你们一起比赛了。可我知道，这是做梦。说到底，我就是个废人，连自己穿衣吃饭都做不到。
没事儿，下次一人演武大会比赛的时候，姐带你去，你都不用出手，我帮你把对手都埋了，保你拿冠军，是不是张楚岚？必须的。谢谢你们，二壮。我知道，你们还是要打听端木英的事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端木英的双拳手有两个效果，其一是修改人的记忆和认知，其二就是修改人的肉体，甚至能让断肢再生。我出事之后，我爸一直在寻找关于双拳手的线索，他希望能用双拳手帮我还原身体。他查到了吕家的冥魂术，但那是不完整的双拳手，只能提取和复制记忆，不能修复肉身。真正的双拳手要更加全面，一手可以修复身体，一手可以操纵记忆，不但能提取复制记忆，也能删除。后来我爸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，得知端木英被拘禁在吕家，这才想办法把人从吕家接走，带回了公司。那既然你们已经找到了端木英，为什么你还是这样？他的情况很复杂，其中的缘由我也无法清晰获知，这一切的真相希望你们能够揭开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残缺，我也想加入你们。你们快去吧，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再见的。一定。二壮把地址发来了，是公司的展演，肯定有公司的安保。哪啷个办啊？找庞叔。三根婶儿，这件事情影响重大，千万不能牵连他们两个。怎么还没来啊？不等了。再等等吧，二姐，怎么说也是公司的地盘，很危险。庞叔马上就到了。什么情况？人呢？楚岚哥，宝姐，哪个？哪儿哪儿？楚岚哥，宝姐，好久不见。楚岚哥，干嘛呢？大点声！我让你们把音响关了，滚那边去！好好的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早说不就完了吗？我让你们三个低调低调，要低调。你们穿成这样干嘛？低调不也得分场合吗？不能给宝姐丢面。这要是累次来了帮手吗？拿上装备，听我命令，出发。听起来个个都是高手，还有钝器击打地面的声音，看起来每个人都有武器。有人靠近门了，宝儿姐，我们来打掩护，你们找几个烟溜。夜班了，看节目去。贵宝地就是为了给您送温暖、送健康。哎，介什么？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让人让人让！你们干嘛呢？这不让卖东西。不卖，不是。我们送健康，送温暖，送温暖。宝姐，其他地方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端木英的身影，就差这附近了。
我们仔细找找。农村，就是他。老奶奶，我们不是坏人。我叫张楚岚，我爷爷是张怀义。茉莉锦衣就在他手里哇。我现在都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记忆。你没发现他的状态和吕家村看到的一样吗？我明白了，二松他爹为啥子不把抓起来，而是送进养老院，他身上一点气都没得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把老奶奶带回去，回去之后再想办法。微信二维码，您冷吗？驾驶溜车了，你腰人了，你看像吗？怎么嫌弃我？谢了张楚岚，回头请你吃饭。这谁呀、啊？张总，你还带司机了？牛逼啊！醉呀、啊！宝儿姐，我们不用追了，我的手机在车上，阿壮能帮我们追踪到他的实时位置。我叫你一声前辈，你别带着装糊涂。你好好看看这里，你可是在这里被关了几十年，熟不熟悉？我妹妹到底在哪？双拳手对双拳手，我也用不着跟你废话。这是我妹妹的记忆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把小环弄哪儿去了？你告诉我，小环是死是活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放你走！吕梁，你这样跟你太爷有什么区别？张楚岚，今天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私事。你费了这么大劲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就是为了找你妹妹，对你真失望。你还记得你妹妹坠崖是哪一天吗？她根本就没有坠崖，段木英篡改了他们的记忆，陷害了我。不过那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八年前的立冬。那你知道段木英是怎么离开吕家村的吗？我在我太爷爷的记忆里看到过，是公司的人把他带走的。就在你妹妹受害后的两天，一个匿名电话打到公司，说端木英被拘禁在吕家村。谁啊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不过我来的时候把当年的电话录音要过来了，你听听看。
好，可以帮我联系一下高主任吗？请问您是哪位？您是他好吗？小花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讲。请稍等。是小花。都不应，你告诉我小欢到底在哪儿？你告诉我小欢到底在哪儿？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你说那个可乐雪碧理论，婆婆刚才心情有点乱，没听清楚，你能再给婆婆讲一遍吗？我搁铝量角一个可乐杯，把里面的可乐倒掉，装满雪碧，那这杯就不再是。段木易夺走了小欢的身体，篡改了所有人的记忆。对不起，是你为了占有小欢的身体，摧毁了他的意识，你这无用躯壳，残留了他一丝记忆。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大耳贼，你的意思是你妹妹吕欢，她只有一句话的意识进入到她体内，那现在对你来说她算活着还算死了？一句话也算是活着。真正的段木英在小欢体内，她在哪儿？我们也在找她。张楚来，把你爷爷的记忆器端给我。他的记忆中肯定有线索，当时我只解开了一部分，现在有了双拳手升级后的能力，或许能解开其他的。你要是想找到他，我们合作。就在这里见。也许时间会比较久，
没得意思，我们可以等。这里面有个禁制，一旦打开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我不能再解了。如果我硬要解开会怎么样？也许会触发时空扭曲，打开其他维度空间，可能会十分危险。宝儿姐，你怕吗？不怕。你呢？不想再见到你妹妹了吗？记忆中的禁制真的打开了异空间的入口。这个人身上有你爷爷的气。爷爷？难道是突破禁制之后引发的记忆？如果是记忆的话，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记忆里？是不是内奸？好像都不是。那这些都是气吗？他们的气残留在这里，形成了这样的影像。
也就是说，这里发生的都是真实的事情。你爷爷这个时候这么年轻，应该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。假身之乱，那这些人是谁？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他就是风正豪的爷爷，居元钱江的创造者风天养。穿西装的大罗洞官武基亭，光头六苦仙贼阮峰。这个像教书先生的是通天路镇子部，还有这个小个子神机百炼马本在。八极记的创造者有六个已经在这儿了，那还有两个呢，初圣跟端木音呢？他们要去哪？这个应该就是周胜了。那端木英呢？这个时候端木英在哪？会不会在那节车厢？三十六贼排行老四，论本事天下第一，全姓掌门。吴根生，如果他是吴根生，那棺材里的人是谁？段木英吗？这位孩子在哭啊。十四了吗？宝儿姐，这个人可能就是跟你长得像而已。你现在好端端站在我面前，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。蔡小松，他跟我啥子关系？是你害死了小环。你们吕家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软骨头。不杀我吗？那就让开。害了小环，不应该提可乐雪碧理论。
他们到底还是做什么？冯宝宝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一点也没变。老奶奶，别冷死我。我不但认识你，我还认识你的父亲。你的父亲吴根生，我们叫他四哥。棺材里面死我吗？我是死了吗？你是死了，或者说你曾经死过。知道真相，那就跟我来吧。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史来就不平凡，不吃喝为怕，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一心卖命读书人世界风化，前路浪大。把责任背下，为寻求真相，不顾陷阱多大，在千古之间迎风踏，习武雷震，把自己点名升华。耶、yeah, ，不愿做任何人背景，我来命运就由我自己来主宰。生活粗浅的我，迎着淡淡一层五彩斑斓的，才可以立一个人独白说。己不由心，心又能由己？愿在我心中存，一身本领在，习得金钟魂。放过为恶去，逍遥往青春练就我坚强，但随即一边踏过一边住，只念某一点。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唤，我看到希望出现在你面前，穿过这梦境，把故事停灭。我看透这世界，一封信平淡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走的路就不好走，想做的人也不好做，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才会忘了自己最想要什么。我习惯去面对些挫折，因为我从不把回去做错的。人生就是如此，会变会莫测，都是白骨素质，不过是过客。别负责比其他任何沉重的东西，我依然不会累。在对人身上的步骤，我坚定相信自己不会退。千万没下话说美，叫天成双蝴蝶飞。回望身后飘起的泪花，思念迎风向北吹。我放过为何去，逍遥往青春。练就我坚强，但随即一边踏过一边住，只念我一见，听见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唤，我看到希望出现在你面前，穿过这梦境，把故事停远，我看透这世界，一封信平淡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邂逅我不在乎你到底来自何方，随时都握紧拳头，在背地之上皆形成永恒闪着光，不停地向前走，尽管身上受了伤，还是依然放声歌唱。